比如说我们要推销这个衣服，
你们这边有没有伊犁牛奶？是正品的内蒙古的这个牛奶产品，在下面有一个推销商，结果他推销商的产品跟那个伊犁牛奶厂的原产品有差别。那么我们的顾客，我们的消费者就疑问了：哎，你这可能是假货。我们不可能以他为标准说，哎，那个伊犁牛奶厂的产品肯定是假货，这个推销商的才是真货。我们会这样讲吗？那么以这个生产厂家为标准，这是个比喻。阿弥陀佛呢，他是生产厂家；释迦牟尼佛呢，是推销商；六方恒河沙诸佛都是推销。他推销什么？推销这个名号。那么他所讲的念佛的方法，他不可能离开阿弥陀佛48愿里面的48愿。就好像推销商，你不能离开这个厂生产厂家，你跟生产厂家都不一样，那你就不是他，就不是原产品。所以这个是必然一致的道理。以善导大师来讲呢，他解释观经、解释阿弥陀经，都是从这个角度和立场。那我们作为一个净土宗的行人，作为一个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哈也时刻紧紧的以阿弥陀佛所发的48愿为标准，在里面呢探求我们往生之道。那么这里的4句话呢，也是出现在《法师赞》当中。《法师赞》是一部著作，是善导大师以赞记的形式来解释《阿弥陀经》的要义。那么这4句说：上进以喜至十念，三念五念佛来矣。你看这个听起来就很舒服啊，没讲很难受。上进一行至十念，你三念五念佛来矣，多么的容易，多么舒适。那为什么如此呢？只为弥陀弘誓众，致使凡夫念即生。我们念佛就能往生，我们念佛当下就即刻获得往生。那原因不在我们这边，不是我们的功夫好。比如说正为凡夫功夫好，所以念佛得往生，他没这样讲。他说什么呢？只为弥陀弘誓众，致使凡夫念即生。你凡夫念佛能往生极乐世界，它的原因在于阿弥陀佛的弘誓愿力深重不虚，不虚假。那么这个弘誓愿力就前面的这2句话解释了：上进一行至十念，三念五念佛来矣。我们的寿命还长，1年3年5年，一直到临终念佛叫上进一行。那么是现在呢，上气难接下气了，前气难接后气了，到医院的快不行了，遇到我们的莲友法师去为他助念，开始念佛。他念了几句佛，当下落气了，这叫三念五念佛来矣，当下佛就来迎接，绝对不会漏掉一个。那么这4句呢，在法师赞里边是解释阿弥陀经的内容，但是呢它是引用无量寿经弥陀的弘誓来解释。所以一切经典当中，只要讲到念佛往生的，以阿弥陀佛的第18念佛往生愿为标准为源头，这个就对了。第18念佛往生愿说乃至十念，很简单，三念五念佛来矣，就是如此，就是专修念佛，就是一向专念。那么这阿弥陀经里面所说的执持名号，一心不乱，若一日若七日，那也就是一向专念，道理如此。大家下面来看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刚才又介绍了，横的行，竖的是遍。横的行第一行的黑体字是阿弥陀经的经文，那么竖列呢有九个了，左边第一列，那么标有9个标题。那么这都是善导大师呢在他著作当中相关的地方解释阿弥陀经这段经文的文句。善导大师呢他本身呢有一部著作是解释阿弥陀经的，专门解释阿弥陀经的，叫做弥陀经义。很遗憾，这部著作呢没有流传下来，只是在观经世界书里面有提到过2次，
那么虽然没有流传下来呢，阿弥陀经的这一段最重要的文句，善导大师倒是在观音书当中，在观念法门，在他的著作当中呢，都多次的介绍到，多次的解释到，所以我是把它汇集在一起，用表格的形式来对照，这样大家一目了然，看得清楚怎么解释。好，我们来看，第一行《弥陀经》里边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把这个黑的经文哈就读一遍嘛。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支持名号，若一日，然后到若七日，一心不乱，信任临命中。”我又把它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分成八段。那么第一段，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对于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怎么解释呢？善导大师是怎么解释的呢？那么我们看这，他善男子、善女人下来这一列。这个是善男善女这一行哈，往下看这一列的每一行，它所对应的是哪一个著作里边，善导大师解释。那么一共呢有八处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在玄义分里边，它没有解释，是原文抄下的。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好，这个我们不用看它，不明白。再往下来看，第二行他说一切凡夫，那么善导大师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就解释为一切凡夫，就不仅仅是善凡夫，一切凡夫就包括恶凡夫，对不对？所以善导大师不是以我们认为的啊，那你造五戒是善的善凡夫才可以往生，不是这样的。他说一切凡夫。我们再往下看，那更清楚了。第三行散善意，他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十劫九劫。这个凡夫里边，有造罪的凡夫，有修善修福的凡夫。这个一切凡夫当中，不问你是罪凡夫还是福凡夫，福就是善呢，善福了。你是罪多福少，还是福少罪多？这个都不问。那么十劫九劫呢，是指念佛时间的长短，修行时间长短，寿命长短。遇到这个法门，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还是三念五念，三句五句的念佛，这个都不论。就不管你是罪多福多，还是最多福少，还是福少最多，还是你修行的时间长短，念佛的时间长短，寿命时间长短，这个统统不问。只要是凡夫，都是弥陀誓愿所示受的对象。那么再往下看呢，没有解释若有男子女人，然后若有男子女人，这个都没有解释，他没有把这个善这个字略掉。那么也就是说呢，不是以行善积德的男子女人为标准，是只要是男子女人都包括在内，这善导大师解释。那再往下来看，说若佛在世，若佛灭后，一切造罪凡夫，这个就解释更清楚了。不管是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代，还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的时代，一切造罪的凡夫，只要是凡夫了，没有不造罪的，只是罪多罪少而已，对不对？所以下面大家就直接讲一切造罪凡夫。那么或许有的人呢最少一些啊，修福多一些，那有的人哈就最多一些。那么这读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清楚的知道善导大师对所谓善男子善女人的解释哈，就是指一切造罪凡夫啊，那就是说我们一切人，不论我们有罪过，我们不用担心有罪业，刚好是这里的阿弥陀佛救度对象。那么一切造罪凡夫可能是恶凡夫，怎么叫做善男子善女人呢？我们解释过了，他念了一句佛，他念佛就是称为善男子善女人。那么下面闻说阿弥陀佛，善导大师几乎有三次的地方就说回心。我们闻到阿弥陀佛呢，要回心，回心转意，原来是别的法门的，我就回过来专修净土法门，原来说靠自己的，现在我就回过来仰仗阿弥陀愿力，叫回心。那么闻说阿弥陀佛呢，又解释为如来选药法。我们听到阿弥陀佛，这是释迦牟尼如来为我们选择这个法，让我们念当阿弥陀佛的啊，他有这样的解释。那这些我们就不看了，再看这个若一日若七日。那么若一日若七日下面呢有好多文段，那么总的集中起来讲，就是善导大师解释为呢不限在一日七日，
是多到一百年，也就是一辈子的念佛；少到一天七天，乃至呢下至十生一生一念的，就是一辈子的念佛。所以这个一日七日是这样的解释。好，我们再看一心不乱，来，这个最重要的一心不乱四个字。一心不乱四个字，上大师呢有几处七处的解释。第一个地方叫一心愿生，然后下来一心专念弥陀名号，然后下来说一心专念弥陀名号，然后下来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愿往生。接下来又说呢一心专念弥陀名号，然后又说呢一心称佛不乱，然后又说专复专。那么专这个字号就出现了五次，一心呢也出现了啊五六次，没有解释。那么合在一起呢，很显然，善导大师对于一心不乱的解释就是一心专念弥陀名号。所以善导大师的解释很明白，很好懂，并不复杂。那我们现在大家经常所听到的，比如说要吃一心不乱呐、理一心不乱呐，还有这个禅定的功夫啦、清净心的一心不乱呐，那这个哈都是近代的。在近代以后的解释，这是在天台宗、禅宗很发达之后，净土宗呢受天台、禅这些圣道宗的影响，这些原来学天台的人、原来学禅的人，他们再来学净土宗的时候呢，把他原来对于天台、禅的这个观念，又把他呢带到净土宗里面。所以就解释为天台的是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然后禅定的一心不乱。那么善导大师那个时代呢，是唐朝很早的时候，天台和禅的思想并没有那么发达普及。善导大师又是弥陀化身，是净土宗的开宗祖师，他不受这些干扰，他直接站在净土宗的立场，直接站在阿弥陀佛弘誓、弥陀弘誓的立场，所以解释的干脆、明朗、容易做得来，不像后来呢，反而是枝叶啊、盖住。让我们听起来很复杂，所以很显然，这后面的解释呢是受了诸宗诸派的这个观念的影响。那么源头的地方呢，善导大师那个开创净土宗的祖师，他所解释的哈，是以弥陀的誓愿为标准，很干脆明朗、简单易行的，就是一心专念弥陀名号，所以叫做专复专，这个叫做一心称佛不乱。这样都做得来，就很简单。那么这样呢，就必得往生。好，我们这个《阿弥陀经》大义哈，就学到这个地方。相信呢，这几天的学习，大家是连续来参加的，一定对于《阿弥陀经》它这个几处重要的文段。对于阿弥陀经的根本精神有了一个认识，那么对于我们本身的修学啊，就内心的稳定下来。那么接下来一点时间呢，我还向大家继续汇报刚才没有讲完的沙祖老的故事。其实我现在喊着喊沙祖老了，有一点不好意思了，因为现在他已经在净土成菩萨了。啊，你还在说我是沙祖老吗？那勇往直前。那么他住在哪里呢？住在离我们弘愿寺不远，叫做莲州村。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他的故事是很有说服力的。这说出来大家知道了，往生很容易。像他这样人都能往生，那谁不能往生？那么我妹妹呢，就嫁在莲州村。所以就讲起来更具体了，更实际了。我妹妹就专门念佛，她每天念佛呢，常课是五万声，她确实很精进念佛，也常年吃素。她既然一天念五万声佛号，她怎么可能有时间去看电视呢、打麻将？她这些爱好通通没有，除了做家务呢，就是念佛。所以根本不看电视，也不打麻将，也不串门子，根本不跟别人聊天。所以他在他们村上呢算是一怪，大家都认为他很怪。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你看你怎么这样子。这个沙祖老呢跟他是一点亲戚，
就是我妹夫的小舅母，有亲戚的关系。那么有亲戚关系呢，他就看不起他，是吧？你年纪轻轻的，你吃什么素，念什么佛，相信什么因果报应？他自己还拿自己作品，他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呢？像我，你看杀猪杀了几十年，如果有报应，早就报应到我了。你看我身体多健康，这样的人你拿他没办法，对不对？他确实很有力气。刚才讲过了，他盖房子，他们两边一加，100斤水泥，200斤上楼，两百多斤弄的肥猪，小尾巴给他一拽住，你跑都跑不掉。所以这个我妹妹碰到他也无话可说。不过毕竟他是念佛的人，他也希望呢劝他念佛，所以也把念佛的法门告诉他。这里面又有一个小插曲，我妹妹的她的公公呢，因为喊这个沙祖了，喊小舅母，他们就是亲戚关系了。那虽然是亲戚关系哈，他们的缘分不太好，因为这个沙祖老呢，他力气很大，从小他脾气呢也很的刚强，他经常欺负这个，在小的时候啊，老欺负这个我妹妹他的公公，所以呢，他对他就有意见。到妹妹把这个念佛的法门告诉给这个沙祖老的时候呢，他这个老公公就有意见了，说：“爹打好死跟人家搞，你听得懂吧？”他说：“这么大的好事情，你为什么跟他说啊？”他不愿意告诉他，他认为他的沙祖老死了就算了。他心想说：“他这么大恶人，他讲这么大的恶人呢、啊，死了也罢了。他生病的时候，快死的时候，他死了就罢了，他下地狱算了。”他心中很不服气，不愿意告诉他。那么这个是一段插曲。那我妹妹跟他讲念佛的时候呢，我到他村上也去过几次，到我妹妹家。他偶尔也来听，有一年夏天呢，我去的时候呢，在那讲，他也来听了一听，所以也有一点的印象。但是他毕竟还是认为吃肉很好了，还是搞他那个。但是呢，慢慢的刚讲过了。那么以他平时的这个形状哈，村上人的人员关系啊都不好。为什么？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喜欢骂人。第二个呢，他有力气。他跟别人吵嘴的时候呢，他把沙子刀往桌子上一拍，那人家就不敢讲话了。那第三个呢，他喜欢偷东西。他看到什么东西好啊，他就认为像自己家东西，回家拿。他偷东西呢，当然我在这里啊讲人家的恶处好像有点不道德。我希望沙祖在这个时间原谅我，我不是讲他的恶处，就说呢，我是希望把他这个这么样的一个状况啊，他这么一个秉性这样的人，念佛居然能往生，那说明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的希望，所以把他作为反面的教材，反正他已经到净土成菩萨了，他心是不像我们一样不对转的。他看见什么东西好了就想往家拿，也未必他缺少，他有他要。那么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哈，是他已经得了重病的时候肚子很大，杀猪嘛有骨爆，那肚子大的像个鼓一样很大，那么大的肚子大概是他死前不长的时间，一两个月的时间。那么病重的时候他还到人家地里把一个4-5公斤重的冬瓜抱过来，简直不敢想象，有那么大个肚子怎么抱。他家里也有冬瓜，不是没有冬瓜，他就是有这个习惯，你知道。所以哈，你看这样的人，人家怎么喜欢他们，所以人缘就很不好。好，他得重病了，得了重病呢，就首先就找医生呢，这是很自然的，到医院看病。他这个病很怪，肚子很大，腹水。那么到医院呢，一个星期去一趟，把水抽干净了，一抽干呢，他就跟常人一样，又能吃又能喝，好得很。好，过一段时间又大起来，那么抽一次水要花几百块，所以好不容易杀出赚一点点钱，命钱。杀命钱，通通交给医院了，也好不了。那么医院看不了呢，这时候啊，他就脑子就救命要紧呢，就去找这个巫婆神汉。过去他从来不相信这些的，现在也找他们了。找巫婆神汉呢，仍然不管用。找谁呢？他就来找到我妹妹了，说：“哎呀，某某人呐、啊，你看，你们可不可以带我到师父那里去，就到我这里来？我也想皈依。”那他想皈依了，这个。哎，也就是善根来了啦。那我妹妹这个时候没有顶他老鸨，哎呀，你当时说的有什么因果报应，现在要皈依了。他很慈悲说：“啊，好，我带你去。”他就带到我们红岩寺。这个是去年呢，去年2月19日之前，
在这红颜色，我一看他那个样子呢，因为平时我见过他了，我就吓了一跳。因为他这时候进来哈，一点就没威风了，他过去就威风凛凛的，啊，这个一看人高马大，这个时候一看哈，人还矮了一大截。我一看他那个面相啊，一眼呢就是黑色，金针为女。我当时想啊，他可能活的，他可能超不过一个月就要死，确实很长。哎，我说好啊，你要来皈依啊，好啊。我对于这样人来皈依啊，我心里面特别高兴，呀，你终于是浪子回头了，好啊。完了这样的，来来来，佛前三礼拜，他就跟我讲，他师父啊，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能拜得下去哦？他没法拜，他坐的时候叫人家扶着，他怎么能拜呢？哎呀，我一看是哈，啊好，那你这样的，你就在佛前一问讯，一鞠躬，啊，我妹妹扶着他，他就是轻轻的一弯腰，他拜不下去，他腰啊非常的痛苦，腰子病啊什么病我也搞不懂，那么就扶他坐下来，哎，之前把你那个牌给我，我讲故事了，那我就跟他讲了呢，讲了一番道理，我说你这个病哈，你来皈依三宝能好。那么你这个病呢是业障病，当然我一讲他也明白，是老师傅，我就不好意思再讲了，这就是你杀猪的问题，就当他面嘛，这是业障病。那么业障病呢，找医生是看不好，找悟汉神婆也是看不好的，那你念佛哈有好处，我就跟他讲念佛，念什么呢？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如果说你寿命到了，阿弥陀佛会接你往西方极乐世界。那万一你这个就说你如果寿命没有到的话，你呢就可以呢早一点好起来，双保险，不管死不死都是最近保险的。他听有道理，好，他念佛。不过呢，他念佛哈也不是那么专，他怎么念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老爷。因为我们在安徽那一带啊，地藏菩萨还是比较盛行的，他也是念的地藏王菩萨，想起就念几句。我当时呢就跟他讲完之后呢，就给他受了皈依。我就给他这么一个牌，这个牌啊是我们那边做的，正反两面哈、啊、都刻着南无阿弥陀六个字，很庄严。我这个给他戴上，我说这个呢你戴到这个颈部上面能保护你，有效果有功用。同时呢我给他穿念珠108粒的，我说你回去拿这个念珠念佛，念南无阿弥陀。当然他是出血了，他根本就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呢，可以讲没有，他只想求病好，就回去念了。那么这样呢，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清明节过后，我还哪一天我忘记了，清明节过后大概十多天，我妹妹又来了，她就给我讲一件事情，说：“哎呀，师傅，她说告诉你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反正我妹妹讲话呢，她不讲这个是非闲事，她讲的事情啊稀奇啊，就一定有稀奇的。我就仔细的听，我说什么事啊？那沙祖老的事。我一听讲沙祖老的，这个兴趣就来了，我说什么事啊？她就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我一听，哎。果然很奇特，我就让我们寺院里面的法师啊拿着摄像机去采访他，因为沙祖老还活着了，当面采访有新闻价值。那么怎么一回事呢？他是清明节过后的第三天，沙祖老坐在家里。那么沙祖老坐家里面呢，他也念佛，偶尔念一念，一念一不念，因为心嘛才开始。他坐在家里面，坐在一个藤椅上面，旁边呢摆了一个盆子。这个盆子本来干什么用的？吐血用的。他经常吐血，大哥他要吐血，病很重。他就看见呢，从他们大门里面进来三个鬼。大白天亲眼看到了，他从来不相信的。哎，进来三个鬼，不是西方三圣，是三个鬼。一个老鬼，两个小鬼。他就说老鬼年轻呢，大概50多岁，穿着黑衣服。他说见到的鬼啊，都穿黑衣服。那临死见的鬼也穿黑衣服。那么三个鬼进来之后呢，就商量什么事呢？跟沙祖老有关系。两个小鬼啊，有一只呢拿了这个链条，铁链子；另外一个鬼呢，端了一碗药，一碗汤药。他们就商量吩咐了，说呢，你先把铁链把它套住，套住之后呢，你就把这个药呢灌下去。好，分工合作。这时候那个拿铁链子套。那么怎么套？连套好几套套不上。套上什么原因呢？这个老鬼啊，就有点，哎，他怎么搞的？他就已经手无缚鸡之力了，你怎么套不住啊？那个小鬼呢就很委屈，他说不是我不想套他，他我一套过去呢，他这就放光，
胸口放光，把我的这个铁链打飞掉。老鬼啊，还比较有经验。哦，他胸口放光，为什么知道了？胸口就带了这个佛牌，这个佛牌能放光。他如果带的是金项链，那肯定放不了光。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六字名号的金牌，比我们金项链，比你带的什么玉器、带的钻石好多了。如果你们家有金项链的，把它摘下来，就打掉块牌，保证能够挡鬼。那么这个老鬼就讲说：“哎呀，那好，他有这个牌在那里保护他。那么现在套他的脚，他脚上不可能戴牌，他一定要把他套走。好，就拿这个铁链套他的脚。那我妹妹就问他说：‘哎呀，他说小舅母啊，你看你带了一个牌放那地方，你没有念佛他就放光。那如果你当时念佛的话，光不就更大？那么这样的鬼不就是不能拿你没办法了？你怎么没想到念佛呢？’这个沙祖老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我哪里想得起来念佛，那说明他平时哈都没怎么念佛。如果你们在座各位的，到时候肯定是拼命念了，因为你有习惯的。他我一方面哈要吐血，他要吐血，要有血盆子。他另一方面哈，我还招架这个鬼。他怎么招架呢？他刚好念珠在旁边，他那个铁链一套来啊，他就拿那个念珠就一打。我们摄像过来的镜头很清楚的，他一套我就这么一打，他一套我这么一打。他这个念珠啊也放光，把这个铁链也打飞了。但偶然有没有偶然的时候没挡住呢？铁链打住他的腿。他你看看，他把他腿啊，把他腿上的裤子拿起来，让我们这个法师看。他说：“我这个腿出现了有几条这个青的印子，就是在鬼的链条打的。无缘无故的出了这个很痛的那个青的印子，在鬼的链条打的。”他让我们法师看。所以这个是他亲眼所见。她然后心里就心服口服了，她就跟她丈夫讲说：“哎呀，你还骂人呢、啊？你不怕被鬼捉去啊？我都亲眼看到鬼了。”她以前不相信鬼。那我们这个佛牌，大家想不想要？要，为什么不能要？每人有一块啊，不是这一块成吉思的。那我们准备了，每人有一块。那么这个佛牌带着哈、啊，是绝对有护理的功能。你带着它，我原来对这个佛牌啦，这个佛卡啦，能够忽悠人呐、啊。我没有亲身的经历哈，不会那么，感受那么生动的。那么这个沙祖老跟我讲完之后哈，哎呀，我觉得他真的管用啊。我想了那天就是一大块黄金在这里，也给他套走了，对不对？这个小鬼不看，因为你有钱，你带了一大块黄金，我就让了你，他不会的。所以在六字名号放在这。六字名号在这里全部放光，所以你想一想，这六字名号怎么不可思议呢？那么，如果你家里边你觉得哪里不吉祥，你贴一个六字名号的那个横条放在地方，那鬼都不能进去，这个是绝对性的。那我是听到人家讲这样的故事就太多了，而且我们念佛的人家里面有护法神，我们念佛的人自己身上也会放光明，所以我们昨天还是前天讲的那个故事啊，法藏法师啊。那个故事讲的还没结尾没讲完呢，那个学神通的美国人，他就看见念佛的人放光，虔诚心念佛的人放的光有多大呢？他这个光啊，好像要把整个地球包起来了那么大，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放这么大的光。那如果不虔诚心念佛呢，光很小，闪一下闪一下。那么这个美国人就讲了说，因为我看见念阿弥陀佛的人能放这么大的光，所以我也来学佛教。美国佛教并不发达了，他们的国家就基督教了，这些教了。那么他亲自看见人家念佛放光，他也学佛教。同时他也讲到说，如果念大悲咒的话，他能看到很多佛菩萨都跑来，你觉得你在这念大悲咒，那么佛菩萨在楼顶上耳朵侧着听，大悲咒念完了，佛菩萨都走了。所以念这个咒语和佛号一定有功效。那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有百重千重的诸佛来护念，这个不是假的，决定性是真的。我们凡夫见不到，但是决定是存在的。那我们讲，那是不是我们去念大悲咒也不必要？你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大悲咒的功德都包含在内，都会来。好了，有了这么一个经历之后呢，沙祖老念佛就有点近了。哎呀，第一点他相信有鬼，第二点他相信念佛管用。哎，你看我这个念珠，我也没怎么多念，它就放光了。
所以法师的念珠，如果你要法师给你拿念珠什么加持戒缘，那是有效果。这个法师如果念了三年五年的念珠送给你，哎，那你要给他十万块才行，那一定有效果的了。所以这老法师的念珠啊，人家他去拍卖义卖了，还有信徒啊就拿很多钱。那么信徒呢，当然是尊重法师。其实呢，这个念珠里面确实有佛的信息啊。如果我们大家能得到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生前用过的念珠，那个是无价之宝。那如果你能够得到唐朝时候的善导大师，他念诸佛出道光之模样的弥陀化身，他拿的念珠你得到了，那是无价无价之宝。我们就得不到了，历史已经啊，这个过了一千几百年，不过我们了无遗憾。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六字名号啊，我们不必得到这个念珠，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以我们的心作为念珠啊，以六字名号来称念它。好了，这个沙陀罗念佛呢，病情有所好转，果然管效，他没有死掉。我原来以为他一个月要死，结果没死掉。那么他是好一点之后呢，就忘了念佛。然后呢，病狠了之后呢，他又念佛，好一点的又忘了念佛，所以他这个信心呢，是起是伏的。那有的时候呢，遇到我妹妹呢，他就多念几句，因为这个是告诉他念佛的老师嘛。我妹妹跟他讲说：“哎呀，你要多念佛啊。”他好好好，就念几句。那么平常碰不到，总是农村里边也没有信佛念佛的，总是得杂七杂八的缘，他就是呢杂七杂八的，所以每天呢就这么过日子。第二呢，大概过了一年多了。我在外地的时候就很关心他，只要我妹妹给我打电话，我就问沙陀罗怎么样啊？哎呀，他有时候念，有时候不念，我就说你看不跟我争气，那个佛都救了你了，你应该好好念才好嘛。不过呢，我对他是另外的存了一个心，我要把他作为一个观察对象，一直观察到最后看他怎么样。那么今年六月份，6月9号啊，我记得很清楚，我妹妹早上打电话来，她知道我很忙，她讲话呢吞吞吐吐，她师父啊有一件事情。我不好意思说，我说你说嘛，他们沙祖老啊病重了，他自己说他明天就要走，他看师父你是不是来助念的啊？我一听就感兴趣，我说好好好，明天一定去。结果我的寺院里面去了啊八九位法师，还带了居士，那中风法师跟我一道去，就跟他念佛。那么这次念佛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次。那么他为什么说他明天要走呢？他是快要死的时候了。就见到家人啊亲戚啦、啊、见到一个呢先有见到恐怖的景象，然后我妹妹跟他说呢，你不要管，你只管念佛。然后呢他又见到哈这个家人来跟他讲，就嘻嘻哈哈的啊笑眯眯的，然后见到了好像菩萨的样子来跟他说，哎呀明天你就要走了，要带他走。他也不认识，他以为是佛菩萨，那其实呢都是变化的。所以他跟我妹妹讲，我妹妹说你不管，你只管念佛。他也没有底气就喊我们来了。那天中午呢，我们就跟他念佛，就出现了前面所讲的那段经历，就是这个我们换班的时候，那么鬼来抓他，结果哈、啊、大家念佛呢就退掉了。那么退掉之后呢，他的病反而好起来，身体就很讲话力气很大，好像没事一样。这时候他的女婿不是从上海打工回来的吗？女儿女婿在上海打工回来之后看，他看我的妈妈不像怎么样子啊，大概家里待了三四天呢，又回到上海去。那么回到上海不长时间，又过了三四天，大概六月九号过了九天，十几号的样子，我妹妹打电话说，沙祖老今天早晨5点多钟已经走了，请师父来助念。好，我们马上开车去，我们8点多钟就到那个地方。我们到了地方时候发现呢，他坐在地上，嘴巴张得很大，眼睛也睁着，很难看。那为什么呢？那早晨啊，家里面没有一个人，他自己的家里面只有他小女儿在。然后呢，他就是不行了，就是在地上就死掉之后，死掉之后呢，他家里面呢有很多姐妹，他一个大姐来的时候呢，就看他嘴巴张得很大，然后呢很恐怖，他就给他乱弄，怎么弄呢？结果把他手啊，把他下巴往上拖，把头使劲往下按。想把他嘴上合上好看一点，但是不论他出多大的力气，他的嘴巴还是那么大。然后又跟他梳头啊，又给他搬来搬去的。因为他的小女儿没有处理过事情，他妈妈也死得慌了，所以呢他就是过了半个小时就把我妹妹喊来。我妹妹喊呢，就跟他那个，你说你不要动了，你就让他坐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要死的时候呢，你搬啊弄啊搞啊，他很痛苦的了，所以面部表情啊很难看。然后我妹妹
就在旁边给他念佛，然后打电话给我，好，我们就开车就去了，8点多钟一到，一到看见这个景象，我们二话不说，我们带了一床往生被，一盖，脸上也挺难看的，盖起来再说，念佛，一句一句念，这样念了将近2个小时，到10点钟左右，大概念的也有点点累了，然后我们来看看消息，看看念怎么样，就把那个往生被呢稍稍的揭开一角一看，哎，不可思议，嘴巴关上了。你看那么大的镜盖不上的，那眼睛哈也闭上了，哎，这个脸孔哈已显得，我们才去看的那个脸呐、啊、是黑中发青，很难看。那现在哈面慢慢转的有点点红了，还没太红，有点黄，但是那个青已退掉了，面部表情已经比较放松，比较喜悦。好，盖上继续念。那么念的时候呢，旁边的农村呢，他们不信佛，他们就很多议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沙祖老他的肚子很大，里面是水啊，他们请了几个人在旁边呢，叫抬重的，就等到他死的时候呢，给他穿衣服，然后呢送他上山埋起来。那我们在那念佛呢，那几个抬重的8个人就讲说，这帮和尚来念佛也不给我们给他穿衣服，那天的温度是零，是摄氏37-38度，热得要命，那等一下子肚子爆炸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旁边呢就希望我们早点走。那你搞都半天不走，等他肚子爆炸了，我们来该穿衣服，这个死人的水漫出来就传染病了，我们得了病怎么办？所以他那个气氛呢，我们只有坚持念了8个小时，我们不好意思说念12个小时，你看到下午呢将近2点钟，我们就收兵吧，我们就说那就念了个回向偈，我们就准备走了，好让他们穿衣服。后来我知道哈，他们还是没有穿，他们怕死，怕肚子爆炸。那谁穿呢？还是我妹妹的婆婆，还有她自己的女儿，他们给她穿。那我们开车走的时候啊，刚回到寺院，电话又打过来，我妹妹打说：“哎呀，师傅，他这个沙祖老啊，走完之后不是给他穿衣服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身体是硬还是软，走的时候呢稍微试探了一下，他这个右手啊，他手是这么撑在地上，那右手呢有点僵硬。”比较硬，我就跟他女儿说呢，我说如果硬的不好穿衣服好，你就把热水给他敷一下，这样就会软起来好穿。那么他这个小女儿就拿了个热水巾来敷，但是热水哈弄得到处都是，他女儿嫌麻烦，他说妈妈，师傅都给你念佛，你到了好地方去嘛，那你身体也放软一点，我们穿衣服得好穿。他说讲完这句话，我就问他多长时间，他不到1分钟。他洗了个手把子，又过来给他捂手的时候呢，他这个手就软得不得了，他软得随便你怎么穿，他左右用右手的原来是使劲撑在地上的，他临死之前这么一个动作肯定有这个惯性的，然后呢这个左手，然后脚，然后头，到处都是软的，你看这么快，而然后继续给他念佛，我讲肚子那么大有没有爆炸，还没有爆炸，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等他的这个女儿女婿从上海回来。他整个这一天一夜温度好是38度，那天的温度。那么农村里死人呢，他是把人摆在这个堂间搞一个门板，然后下面呢搞一个盆，这盆里面干什么呢？烧纸，来的人话就烧纸，那个纸烧的一堆一堆的，那个热度啊就热得不得了。后边呢就是一个大厨房，因为来的人还招待还接应呢，烧开水烧茶烧饭烧菜，整个里面的温度嘛，简直人都是汗的，流得不得了。他说40度以上决定不止，这么高的温度，那个死人摆了一块肉，谁都不怕，还肚子那么多水，那认为一定要爆炸了，认为一定要流水。但直到第二天早上，24小时过后啊，一点点味道都没有，连一个苍蝇都没有。所以当时啊，大家感到很奇特，甚至呢，一般的死人哈、啊，烧这个黄纸啊，都有一种特殊的死人的味道。你们参加过这个场合的就知道，有种那个纸的味道啊，还有那种死人的气氛呐、啊。但是在他那个地方哈、啊，一点点味道就没有，所以呢彼此就议论开了。那么议论呢分成两派，一派呢就是相信念佛的这一派，那么以我妹妹为代表，还有我妹妹的老公公。我妹妹这个公公呢，他一开始跟他关系不好啊，就希望看他的笑话，希望他死的时候呢死得很难看，然后他能出一口恶气，对不对？那现在呢发现他死的时候不一样，哎，身体柔软，而且一点气味没有，他这个时候脑子转弯了，他转弯了，他就怎么讲，他说啊，他说
台家人如果听我的话的话，这个处理的就更好啊，能我让他一家人吃素，那其实他家人回来还没有吃素。那么他就跟别人讲了，讲的时候呢，有人家就不相信，那你不相信的话，他烧这个纸没味道是真的，家里都没味道，他人软的是真的，这是看得到的，亲自看到的。那还有人讲啊，他软嘛，软软去就是那个和尚念的怎么揉啊，念的搞把搞软了。那么讲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在他们身上引起了很大的议论和争论，因为做很多人呢就不认为他能往生，认为他不应该到这个世界去。包括我妹妹这个公公，他还在那想不通，过了很长时间还想不通，他这个阿弥陀佛啊，像他这样人一妖啊，他像这样人一妖啊，真是想不通的呀。那么走了之后呢，过了哪一天我就不记得，就回煞。回煞你们知道吗？回煞就这一天呢，这个死人还要回到家里面来，叫回煞。三七是吧？第三天啊，我不知道，回煞那一天哈，他们就在家里面守灵，就要等着他回来，看看有什么动静。一直等到11点钟没有动静，然后这个小孙子，比如他这个沙祖老的小孙子啊，跟他爷爷在一起。那么11点没有动静，就准备睡觉了。哎，准备关门的时候呢，那天晚上月亮很大，这小孙子就发现外面的光啊，就亮得特别亮，亮得不一样。他就天上一看呢，就看见一个景象，看见什么呢？他奶奶，还有一群菩萨，菩萨都坐着喝掌，坐着莲花座。然后呢，有他奶奶站着，手上拿着一个，他讲不清楚，因为我们讲就是观音菩萨的辅尘一样的。那么，然后呢，还有一群猪，这个猪呢就是白猪。我怎么猪又跑来了？那我想啊，因为他这个沙祖老，我们给他念佛回向的时候呢，也有给他的这个猪回向，也有念佛。那么他平时呢，也觉得自己呢，大概，要死的时候，他确实是个罪业比较重的人。那么这个猪啊，都是白的猪。这个小孩子看见这个猪呢，说这个猪啊，它这样一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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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变成了一个人，就像猪八戒一样。所以他就很着急，他就喊他爷说：“他爷爷爷爷，你看看猪八戒，看猪八戒。”他爷爷往前一看，什么猪八戒？哪里猪八戒啊？就不要他了。哎，睡觉睡觉睡觉。那小孩子嘛，还是看得到。他睡在床上啊，躺在床上呢，蹭到那地方，还得看到天上。相当长的有一段时间就消失掉。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奶奶啊，从净土跟菩萨道回来看他。那么这个小孩子呢，讲出来之后呢，讲给我妹妹听的。我妹妹听到之后就去问他，问他呢，就因为小孩子嘛，大概是10岁左右啊，就比较单纯的。当时我妹妹希望说得到确定的消息，就反复的问他说：“哎，你是不是真的看到？”说：“我看到了。”他又问他一遍说：“哎，你是不是真的看到了？”结果把这小孩子问哭了。哎呦，那就没办法了，就搞哭掉了。说：“我真的看到了啦，我不会骗你的啦。”那么这个是真实的啊，真实的一个故事。所以如果论这个沙祖老，我们刚才讲过了，他生病病得那么重，肚子这么大，还有偷人家的心，偷人家冬瓜。他不是小冬瓜，好几十斤过就挂嘎了。那么他临死前两天，他的这个女儿告诉我，他还叫他给他杀鸡。反正我要死了，我现在想吃个鸡。那女儿觉得说，妈妈要吃也不好意思不杀，还杀了一只鸡。他也没有吃素。那么他念佛呢，也不是那么精进，时念时不念。不过所以呢，他走的时候呢，走的并不平。那如果专修念佛就会走得很平顺的。那么他能往生的是得力于助念，是我们去跟他助念的时候，他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我们跟他助念开始，他听得懂。哎，他想到说，哎呀，我一辈子哈，这个到这个罪过应该要堕落，那现在要求生西方，他就能往生。那么在助念的时候呢，也有一段经历，我就听到了一段经历哈，我就把他丈夫喊来，他已经死掉了啦。他死之前啊，发了一个毒誓。他发什么毒誓啊？因为他的得重病这段时间呢，人得重病嘛，那么家人的照顾啊很厌倦，所以她丈夫呢就经常讲一些不好听的话，说你也不死，你这个败家，这个叫就说他败家的吧，因为他打一针好像要花几百块，
希望他早点死，你不死我们这点钱都给你花完了，你死了之后我们还活嘛，还过日子，所以就是这样来讲他。他心里很气，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死了之后啊，不出三年一定把你拖去。他发了这么一个毒誓，他说保证不出三年我让你好过啊，我让你好活，让你再这样子来讲我，我把你拖去。所以死完之后呢，这个我就把他丈夫喊来，我说你啊，现在来念佛，你这口气不出的以后呢，可能对你不利。我这么一讲，她丈夫就吓坏了，哦，赶紧再念佛，说，哎，某某人呐、啊，我来给你念佛啊。我当时讲哈是无心的、无意的，哎呀，我们这个一场哈也是夫妻恩爱一场啊，请你原谅我了。那么死完之后呢，她这个丈夫看见她死了之后呢，一天一夜到第二天早晨要进棺的时候，她那个脸相啊，那就完全变得非常的红扑扑的，非常的好，还非常的柔软。她丈夫都很感动，就喊人来看，说，你看，你看，你看她这么好看。那鼻子啊、脸孔啊，都一片一片红。所以我们想说，通过他的例子，他念佛也没有什么清净心。那么他本身也不是怎么样精进修行，阿弥陀经他一句不会，什么这个咒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就会念个地藏老爷，他的善根福德就这么大，没有别的。那么他能往生好，就是阿弥陀佛菩萨的事业。所以他往生之后呢，他的妹和他的这个女儿都到寺院里面来感谢打斋啊，还把他妈妈生前的金戒指也拿来给我们见佛像用。所以这是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个真切的例子。那么这个就是有关讲的佛牌的例子。那么还有一点的时间呢，我要讲一个佛卡的例子，佛卡的故事。佛卡大家有带吗？那佛卡啊，就是一张佛像，一张佛像。那么这个佛卡也能保护人。那么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南非。南非呢，我们这个明天、明后天都会让陈居士复印出来，资料我都打印出来，让你们大家回去看。那么南非那个地方呢，有300,000的中国的华工在那里做事打工。那么其中有一天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有一辆面包车啊，载了10个人，这个面包车大概只能坐6-7个人，那一天啊坐得满满的10个人。那么其中有一位姓罗的也坐在这个车里面，他们出去旅游玩。南非的公路啊非常的好，那么这个车上了高速公路之后呢，年轻人就喜欢斗胜，就是开快一点，100码、120码啊、140码、180码、200码、205码，你看多快。大家正在那里兴奋的时候，想不到乐极生悲，整个这个车呢太高速了，失去了控制，一下子车撞出了这个高速，从这个山上滚下去，你看205码的速度摔出去滚下去，结果呢整车的人全部死干净，只活了一位，留了一位，就是这个姓罗的，他后来就改名字叫罗佛贝三宝。他就是他为什么活下来以后呢，后来人家去采访他，根据当时这个路段路况和车速，不可能有人活下来。那么他就回忆说当时怎么回事，当然我也不知道，他说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车正在大喊200码、205码啊，就感到一股悬，好像那个就摔这个石头啊，我们拿这个绳子绑一个石头，这么一甩一甩一块，到最后这个石头呢突然绳子断了飞出去一样，他那个车就飞出去，飞出的脑子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呢就一道光闪了一道光，他就不知道，就人事不知了。然后醒过来了，他就活过来，他不仅没有死，而且一点重伤都没有，就擦破一点皮，一点轻伤。那么后来大家就找原因呢，为什么他能够活下来，没有别的原因，就他心中哈，他兜里面就装了一张佛卡。哦，大家就得出结论，这个佛卡救了他。那么佛卡是什么原因放在他兜里面呢？是他出国来做工的时候，他的家里面的妈妈嘛还是奶奶信佛，说孩子啊，你要到异国他乡外地去，我们都照顾不到你，只好让阿弥陀佛来照顾你，你把这个佛卡呢放在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一定能保佑你的。那这个罗佛恩呢，他也很孝顺，他也很听话，他到了南非之后呢，佛卡经常随身带，从来不丢掉。那么从外面回来，他就把佛卡放在他那个桌子上面，对他呢喝掌，
就这么拜一拜，他没有怎么皈依嘛，就这么拜一拜。那出门的时候呢，就把拿起来放兜里面。那么从这个行为就知道哈，他爹爹他很孝顺他的妈妈或者是奶奶，跟他讲他就去做。第二点呢，他对这个佛是有信心的，他虽然没有皈依，但是呢他很敬重，回来就拜一拜，出门就带着。所以这件事情之后呢，在当地也引起了轰动，大家觉得说他能得救是因为佛卡的原因，所以到处就去找这个佛卡。但是在南非呢，找佛卡并不容易，因为南非是外国了，他都不信佛教的了。所以如果偶尔在哪个树上见到一张佛像，他们就用剪刀把它剪下来，然后呢揣在兜里面，出门就带上，回来就放那里。你看啊，十个人死掉九个啊，这个是发生在眼前的一个悲剧啊，活下就是他，所以他们心里面都很虔诚。那么在南非有与我们这个台湾的法师在那里盖了一个寺院，所以消息传到台湾来呢，那这个台湾的法师就印了这20万张佛卡送到南非去，一部分从南非给他们借援。那我们这次呢也有印这个佛卡，我们宏愿寺哈已经印到60万张佛卡了。我们每次会印这个佛卡，反面都会有文字的说明念佛的利益。那么你们每一个人可以请这个佛卡，请一张也可以，请2张、3张、5张，请100张都行。我们印了20万张，很多，不够我们再送。那么决定能起到护佑的功能。那佛卡哈，还有佛牌哈，向陈居士那里去索请。这个佛牌是很精美的，是我们宏愿寺的特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做正反两面有南无阿弥陀佛牌的还没有，所以我只要走到什么地方，看见人家带着南无阿弥陀佛，我就知道是从我们那里出来。我希望你们也发心，也可以来佩戴它，来制作它，都很好。确实很庄严。那么我们那个佛牌啊，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塑料袋，这一只哈，不瞒你们讲，这只是纯金的，不是铜的，那其他是铜的，上面镀的金。那么这个纯金的佛牌哈，你可以自己佩戴，它不会生锈。那么同时呢，它可以作为传家宝传下去。当然铜的佛牌的护佑功能也是一样的，上面有镀金，那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塑料套啊，套上，你不然的话时间长了，我们身体的汗会让它变得比较黑，没有那么庄严。那想我们学佛的这个年轻的，不管是男士女士，如果说啊配上这么一个金光闪闪的佛牌，再带上一个很圆润的这个佛珠，那你出去就是风度翩翩，仪表这个堂堂，哎，让人家感觉这个人很慈悲，这个人很有威仪，决定比你带着一个珠光宝气的显得好多了。那个让人感到俗，哎，就有钱罢了，对不对？俗的要命。这个有佛，哎，带了之后呢，你们要把它带出来，不要带到里边，带给别人看。上公共街带上，人家看什么？还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度了他，度了他，你就增长功德。所以带了这个佛牌呢，是很有它的善根功德。好，谢谢大家。